直播都开始了，话筒呢？我的话筒呢？哎，搞什么送话筒？来，什么呢？喂，撒气，喂。上面这个直升不是弄掉杆了吗？这是。升职了哦，开始发话筒了哦，不错哦。又发现这个工作比主持更适合我，所以我就努力要做好这个工作。加油！接下来我要把这个麦拿给陈翔。陈翔，人呢？陈翔人呢？哎呀，这个推大屏幕的场工长得蛮像陈翔的。大屏幕已经准备就绪 ，OK。来吧哈。那现在当然我要找这个人呢、啊，他也蛮特别的，这个周小姐比唱同学，请问你在哪？来，这个试一下麦啊，是麦啊，试麦，你确定啊？哼，一二。试麦，各位，我只能用一句表喊我真诚意，用心去引你时来爱求你。姑娘，你听完我这一句，希望你会不嫌弃，我爱你 I love you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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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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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